要有一块平地都挖得特别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过来江西这边挖冬笋的，这里是全南的南干镇这边，过来这边挖。刚才给大家看了这边挖的比较烂一点。这边挖的太深了，你看这附近挖的特别烂。来，大家看一下你们所说的挖的烂的地方是不是这一种啊？没有地方下锄啊。这个地方就是你们所说的叫我去这种地方挖，特别特别烂啊，看到没有？特别烂。这种地方怎么挖呢？你和大家分享一下。去到这种地方呢，先找应该就是四五天别人翻过一次那种地方，比较旧的。不要找昨天或者前天挖的那种地方，就是没有了，要找一个礼拜到七到十天左右的别人翻过的那些地方，我们再重新翻一次，然后就能找到很多被那个土盖住了，我们再翻一次。就像这里啊，这里都是他们翻过一次，你看旁边这里就是比较旧的，然后这里就是新的，这样翻开来就能找到。你看那里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没有挖出来，